你就埋汰，你别买那么囤的呀。圆脸，圆脸，圆脸，跑哪去了？圆，于小脸儿，你无故脱岗还能上光荣榜，我都服了。该说不说啊，做的是真像啊，咋还突出了一块呢？咋还？三弟的啊，这要是能动可就厉害了，真能动啊！你说现在的科技发达，我这照片啪啪就。脸呢？脸咋没了呢？脸丢了？脸丢了？丢大脸了？快快快快！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！我是抠的啊！啊！我不寻思过把瘾吗？不是，关键是我现在着急上火呀！你看看，来来，小倩，你看看啊，这是咱们社区优秀员工评选的规定。来，小倩，你看看，这一到十点，你说我哪点没做上啊？你说我哪点做的不好？我怎么就上不去这光荣榜？你就这么抠，没给你开除就算不错了。不是，不是，小倩，你咋不明白呢？啊？来，你往后稍一稍啊，你让大伙看一看哈、啊，这光荣榜，哎呀，多好的光荣榜！你看底下这四个哥们儿，一年365天，他们四个轮流换啊，我都上不去啊。你再看这儿，一年365天，就他老在这杵着啊，哎。就照片你说这都晒掉色了他也不换，你说我他在这杵着我能上去光荣榜吗？人我大姑天天做好事，那你也做呗。我倒想做好事啊，你说我白天站岗晚上巡逻，你说我上哪能遇到好事呢？好事天天有，就在你身边。在哪呢？在哪呢？好事在哪呢？这儿呢，你帮我追小米粒，这不就是好事吗？哎，你说哈 啊，小倩儿，如果你要是真能帮我上上这个光荣榜啊，我现在我就去追小米粒去。我就站，干啥？咋的？你想事业爱情双丰收啊？不是，你误会了。你看你坐这儿，你坐这儿，我跟你说，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啊，你帮我上上这个光荣榜啊，我呢把你和小米粒儿。就能好好的往一起撮合撮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真的啊？真的。哎呀，说招啊！啊，这是招。是干啥呢？困了是咋的啊？困，你回家睡去，你别在这儿睡呀、啊。拍我，拍我，啥玩意儿、啊？拍我。要说你这人，你也长不大了，怪不得王叔老说你，睡觉还得拍，你在外面睡觉你还得拍你。我的小宝贝儿，哎。用手机拍，手机拍多疼啊！用手机给我拍照，想啥呢？想啥呢？啊！我跑这给你旅游来了啊！还给你拿手机给你拍照，我心咋那么大呢？我现在假装晕倒了，你把我拍下来给我背家去，这不就是做好人好事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小倩儿哈，你这个心眼儿啊，不是不健全，是不？是一点也没有啊！你呢？来，保持造型啊！来，就这个姿势，你赶紧给我轱辘回家去！你快点的。不是，老同学，这招不行啊！哎，你有钱包没？没有啊。我有。我往地上一扔，啊，你一捡，
你一送我一领，这不就拾金不昧吗？那不行，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？扔完了。这怎么扔完了？你也不能整这种，我不捡，你自己捡去。你帮我捡一下，算我的。算你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帮你捡啊。这整那些没有用的。我要不为你上光荣榜，我能整这出？小倩儿，来，咋的了？过来，啊，咋的了？咋的了？你刚才扔了几个钱包啊？一个呀。那这个他是怎么回事呢？下蛋了、啊？这什么带下蛋呢？我发现那个动物园里面的都是假虎，你是真虎啊？你是啊？你还这还没明白吗？这不是你的钱包吗？啊，这个是啥呀？说明真有人丢了钱包，能明白不？赶紧送去啊！送谁呀、啊？失主啊！失主搁哪呢？每天你当这是公园呢，跑这练嗓来了，这个喊呢，过来，别吵了，咱们看看，咱们得检查一下里面都有啥，对不对？啊、就一张身份证。身份证咋的呀？身份证啊，身份证多重要啊！啊，人没有身份证能行吗？办不了事啊，着急啊，赶紧还给人家。咋的？干啥？就这送去啊？啊，里边一分钱没有，叫拾金不昧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也是哈、啊。那怎么整啊？你有钱没？没有啊。我有。你有你就说呗，你老问我呀。我不寻思你有省点儿吧？快点，这怎么整？我放点200块钱啊。你要干啥呀、啊？咋的了？捐款呢，在这儿啊。帮你吧。这绝对不行！你拿200块钱放人钱包里，我跟你说，你这。造假呀、啊！你 这不是我的钱吗？也不是你的，搁这奔儿扒啥呀？搁这嘎达，快放得了！啥也不放啊？我啥也没有，我咋放啊？你不还有张彩券呢吗？彩券我……那行不行？那这往里放，你到时候人家发现了，你说这是合计什么事儿呢？算我的，都算我的，行不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我一会儿给你2块钱，算我买的行不行？我买的啊！别快点吧，放里放回来放，干啥呢？你别动！放里，拉上，给我。他谁呀？不认识。你呢？身份证。啊！哎呀，这长得你看一模一样的哈，长得太像身份证了。像什么身份证呢？对上了，他捡的，他捡的。施主你好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啥也不用说，检查，啥都没少。老好了，来吧。拾金不昧啊！妈呀，我以为坐地分赃呢、啊，我得跟谁俩呢？你老虎子抄的，往前冲啥呀？听人说。谢谢。哎呀妈！谢谢。哎呀，没事。谢。不用。那个。不用。那什么？拉住我干啥？谢他是谢我光谢谢吗？那啥意思呀、啊？还给你整个表扬信呢？等着就是这封信了。哎呀，赵刚子，下来吧，小事好不好？这都小事儿。
回去啊，回去我就给你写。走了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又咋了？那个钱包，捡着了，钱，啥钱？啥嘛？哦，对，200块钱，一分不少。谢谢，咱得嘎达，就认走了。那咋的？还请我吃饭呢？请你吃什么饭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你钱包里边啊一分钱都没有，就一张身份证，你200块钱是我放里的。这话咱得说清楚了啊！就是你们捡到钱了，是不是啊？把这钱还给我了，你们那想要点好处，我都理解。但是，给你是我的情分，不给是我的本分。你们要是主动要，那我就感到气愤了。哎呀！大哥，跟谁跟谁俩呢？你看到我的情绪没有？看到了，控制情绪啊！大哥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呢，你误会了啊。这个200块钱呢，确实是他的。你想啊，我还往里放10000呢。你比他还狠吗你啊？不是，就这么一空钱包，哪有10000？你看，你看，不是这他，哎，最高中奖额10000。我放你的，你拉倒吧！哎，这彩票是我买的，你的，都是你的，俺俩都是你的。干啥呀？来，把俩放里，来，放里。大哥，是这么回事儿。于小脸他们物业公司每个月评选先进工作者，他想上光荣榜，正在这个时候。就捡到了你的钱包，你那里边啊一分钱都没有，就一张身份证。于是乎，我放你200块钱，他放你一张彩票。我们这么送上去才叫拾金不昧，你听懂没？谁证明啊？我替他证明，我替他证明。你给他证明，他给你证明啊？谁信呢？大哥，你说，真的是误会了啊！刚捡钱包的时候呢，那里面。确实也没有200块钱，确实也没有彩票啊！你要这么说，咱把这事掰扯清楚啊！就这彩票，确实是昨天晚上我买的。还有啊，这200块钱啊，是我媳妇每个月的第一天放到我钱包里的。今天几号？1号，那不就结了吗？还有，为了证明这里面的东西都是我的，请看，看这有个夹层，哎，这里面。还有200块钱，这是我的私房钱，咱咋没发现呢？废话，我媳妇跟我结婚10年了，她都没发现。大哥，你是头子呀？大哥，你是真厉害呀！啊，你把私房钱藏到钱包里呀、啊？这你就不懂了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。哎呀，我天！再见。大哥，你那私房钱呢？夹哪我不管。你把那200块钱还我来，这咋还没完了呢？我说了这是我的吗？那是我的，那怎么能变成你的呢？身份证都在你这儿了，这肯定是我的。这个乱的、大哥，那个200块钱是不是他的不重要？我那个表扬信你还给我写不？表扬信是小事儿、这我回去就给你写呀。继续，我的钱，还我，把钱给我。把钱给我还手拿了，拿了！哎呀！掏啥呢？掏啥呢？那啥，来！啥事儿？哎呦我的妈！这大妹子来的正什么大妹子呀？这是我媳妇儿。哎呀妈呀！嫂子来的啊！来正好啊！我跟你说说啊，咋回事？这么回事啊？于小脸他们物业公司每个月评选先进工作者，他想上光荣榜我们就捡了个钱包，里边啥也没有于是乎我放里200块钱。他非说这200块钱不是我的。不是，你说啥？这钱包它不是我的。大哥，你这是啥套路啊？啥套路啊？我说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嘛。这里面身份证是你的呀？身份证是我的呀，钱包不是我的呀，丢串了。不是。
那个大哥，那我那表扬信呢？你咋还惦记表扬信呢？给施主送回去，表扬信不都给你写了吗？那施主更着急呀、啊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去哪儿啊？误会，钱包不是我的。大哥，回家，回家。大哥，不是，哎，等会儿，大哥，你拽我干啥？没说完呢。大哥，哎，哎，完了，在这站干啥呀？走，我找施主去啊。找啥施主啊？他不就施主吗？啊，对哈。他是施主，那表扬信谁给我写呀？爱谁写谁写。反正我200块钱是回来了。大兄弟，哎呀，大哥回来了，把我媳妇哄走了，我就回来了。不是，你赶紧回家，回去。哎，我回家干啥呀？给我写表扬信去。写啥表扬信呢？钱包。你不说钱包不是你的吗？你虎啊！这里面有200块钱，我的私房钱，当着我媳妇面，我敢承认吗？你敢吗？换你，你敢吗？不是你，好人，你好人啊，大哥，你也是好人，赶紧回家，好嘞，你写表扬信，好嘞，回去，大官，又咋了？少200块钱，少就对了，200块钱物归原主了，原主是我，钱呢？不，你什么人呢你呀？你什么人呢？刚才我看你就贼眉鼠眼的，你就不干好事儿。你什么素质？我告诉你，把钱给我。你要是不给，我就报警。把手给我放下。你干什么？报警。你再说一遍。报警！报警！报警！你报去吧，你看这回你报不报？我告诉你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没到。我告诉你，老公，哎呦，媳妇你咋回来了？你咋回来了？在这干啥呢？没干啥。手里拿的是啥呀？啊，这不刚才那钱包吗？嗯，我不说不是我的吗？嗯，他们俩非说是我的。你这不是非要往我手里塞，还都还不回去。你看，还拉着我手不让我走。行了，别装了你。我给你买的钱包我不认识啊。谢谢啊。嗯，没事。这钱包不就是你的吗？啊？你在那装啥呢？你说，我每个月啥时候给你往里装200块钱？1号。几点？8点。装完说啥？宝贝儿，钱到位了。今天说宝贝儿了吗？没说。现在几点？7:30。那这200块钱谁的？我的。这里边这张彩票谁的？我的。啥都是你，啥都是你的。你那个彩票在我兜呢。啊？把钱还给人家。哎，宝贝儿。钱到位了，哎，嫂子，这事儿终于整明白了，坏宝贝儿，事儿是整明白了，嫂子也看清楚了啊，兄弟，嫂子得说你两句，你别生气，哎，啊，你想帮这个兄弟做点好事儿，这没毛病啊，但嫂子觉得哈，你做好事之前，咱不得先做个好人吗？对，是不是咱得先说实话，办实事儿，做任何事儿咱都不能偷机取巧啊。嗯，对对对，别光对往心里去。还有你，哎呦，这位兄弟，嫂子，年轻人求上进，想上个光荣榜，这是好事儿啊。要我说，你就踏踏实实干好你这本职工作，你指定能上这光荣榜啊。嗯，哎呀我妈，我媳妇儿批评的多好啊。你闭嘴。说你呢，你藏私房钱那点事儿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早就知道了啊？那媳妇儿，按你的性格，你咋不批评我呢？你个大男人，我不得给你留点尊严，留点空间呢？哎呀，媳妇儿，你真好。一个大男人，你藏200块钱，你丢不丢人呢？少啊！啊，下回藏500。藏多少？1分钱不敢藏了。行，下个月开始给你涨50。真的啊！哎呀妈呀，媳妇儿啊，我想报警啊，报你，咱再说。
哎，兄弟们，哎，没事了啊，咱这事儿全说开了。对对，今天咱这一团云翠全散了。对对，散会，散会了。谁呀？我的手机。哎呀妈呀，老公看见没？哎呦，咱家的彩票中奖了！啊，中了啊！10000块钱！妈呀！哎呀，领奖去！领奖去！走走走走，走了，大兄弟！走了，走了，走。那啥，再见吧，你慢点吧。哎，别搁这挥手告别了，看看你中没呀？中啥呀？就像你说的，买一年多彩票了，啥时候中过奖啊？我看也是。咋的？咋的了？咋的了？咋的了？中了啊？中风了？中奖了？中多少啊？10000。这10000块钱得撸多少串大腰子呀？赶紧去讲去啊！怎么样？钱包里呢？钱包呢？失主那儿呢？失主呢？走了。走，咋整啊？追呀！追呀！不是。